全军出击。有点卡。还好。拖一下，哇，再拖，拖一下 ，A 姐中风，哇，拖，行嘞。戳 A 一口二连平 A 插眼平 A 一口二连致命点烟 A 一下无伤单杀你给我中风呀差一点点戳一下一上来戳一下一过来 A 一扣二连平 A 一过来戳一刀呀这边越打有点不应该啊一扣二连戳 A 吃药 A 一下一过来戳一下一过来一小蜘蛛扣闪W 挡住戳一嘿呀没操作明白说实话这一波艾克还送了啊，那就没办法了。刚才一波应该双杀的，其实没太弄好。戳一下，控一波兵线啊。给我中风。他怎么跑到那里一过来戳一下一过来平 A 一走戳一下一过来中风平 A 平 A 平 A 戳一下平 A 要到后边 A 戳一过来双 buff 拿下中风中风无敌了不推了吃一堑长一智他居然第一件装备出了个提亚马特我没想到啊来个小药今天解说吗今天不解说谢谢快乐生活的圣诞卡但今天会给你们发点红包中风
我可拆你的塔皮了啊！哎，无所谓的。中风，快跑啊！来人了。快撤，来人了，剑姬不对了，不对劲了，不要了，这几个兵经验咱也不吃了，猥琐一点。一上来戳一下，一回来平 A， 一走戳一下 A， 一过来，一过来，一过来接中风，一走戳一刀，封着他，知道吧？一 Q 耳链我不用。他说不打了，他要停停，那我肯定不能跟你停停。戳一刀，一过来平 A 戳 A 中风哟。A 戳一走，吃药戳一刀，闪现再戳，有戳一下，一口耳链点炎 A 一刀接中风 A 戳，闪现躲我的风，那不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啊，幻影之舞出来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呀？出来了，我跑的可老快了，我跟你说，我到了啊，我把这蜘蛛杀了，回首往昔进一步，跳弹下来戳一下，再戳一过来接中风，这就不打了，那我留个炮车，哎呦，我戳 A 再 A 戳一过来平 A 平 A 打不了，接一 Q 耳链，哎呀戳一下再戳，拿下这个 EQ 耳链，有点瑕疵啊，稍微有点瑕疵，瑕疵了。我应该说是刚才应该是一完不抠耳链，
我应该是一晚等一下，这蜘蛛上不上天？不上天，我直接吹；上天，我等它落下来再吹。这个样子才是正确的操作，要不然我都不敢说我自己玩的是亚索。给我中风，算了，我再上来戳他一下。平 A， 平 A 接中风，戳一过来，一过来点燃 Q A。不是，这在干嘛呀？这是啊！哎呀，这，哎呀，这在干嘛呀？哎呀，这是在干哈呀？这鼠标是不是不好使？哎呀，这也太菜了！我想，我本来想，我不知道我摁没摁波浪键，你知道？我想一小兵，但我一来一去，我一不出去，我摁一它不好使。我在想怎么回事儿？我一想，好像我摁了波浪键，好像是啊，哦，好像这不行啊！我一看，我这波浪键摁了，我就摁了一下波浪键，然后正好连钮连到 Q 了。扣完以后，晚上我想 E 的时候已经死了。哎呀，真是受不了，真是受不了，可太菜了。大家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嗯。给你们一个520，爱你们。嗯，我发现亚索不能摁波浪键。赶紧把这下路拆了，快！来个双峰可以，我这 1.95 攻速双峰还是随便双峰的，兄弟。来人了。这好像救不了。哎，这有跳弹，这有跳弹，有跳弹吗？这人有点太多了，这人也太多了吧？这怎么这么多人啊？啊，再说，走位，拖，平 A 拖。中风，给大招，点燃戳一 Q， 没 Q 出来，哎呀，这人有点多呀，虚区有点高，这波小龙我们应该能拿个五杀之类的。这卢仙你可杀不了，我早就想杀这卢仙了。其实，这别追了，这啥追去？他一马上好了，别追了。哎呦，我这都能死啊！漂亮啊！拖 A 点燃 A 中风 A 拖 A 一瞎荡，
先把他中路塔给他拆了。上高地，红有没有？应该有啊，应该有。给个红来，小老弟，谢谢。把他野区都给他收了，我吃个车的那个经验就行。中风，没有人管我，可拆二塔了。我看你们有没有人管我，没人管，我们继续拆。我们就是拆，你这小法师是真不怕死。我发现 W 一手戳 AAA 戳 AE 平 A 平 A 接中风一过来平 A 平 A 戳 A 再戳 A 一死，没有 E 无所谓了，一 Q 耳电接闪现戳一下，来跳弹再戳接中风插眼儿，来一个峡谷先锋，拿吧，我就不拿了，我们回家出装备，来把无尽之刃。我说我有点无敌，有些人他不信，这回信没信？无妹无敌，啥英雄都玩吗？那基本上会的都玩一玩呗。要不有人老人说，哎呀你就玩那几个，我都看腻了，就这样式的，不得都玩一玩吗？来跳弹戳，哪来的眼儿？哎，这可以打了，可以打了，来戳，打法溜，我没有血了，不行了。小龙，你们小龙，我来中路吸点血。不能再推了啊，再推就出事了。为什么峡谷先锋没放啊？你直接给他放下路，这峡谷不就创了吗？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艾克现在能压住这蜘蛛的等级，完全就是因为我，知道吗？为什么蜘蛛十级他十一级，就是因为我把蜘蛛的野都刷了。你们如果没有人守我，我可要一直拆了啊！
东方说几个人啊，不就你一个吗？拖一下，再拖，再拖，再拖，中风拖死他，怎么不放 W 呢？我就想挡我是吧？一 Q 耳链平 A 平 A，W 的拖，一 Q 耳链平 A 接中风。不是接中风啊，接大招。哎，那小法那双 buff 哪去了？刚才我记得他身上有双 buff 来着。怎么不见了呢？哦，加血。中风拖一下，再拖一下，接 W 溜，再拖一下，接中风拖一下，平 A A 拖，再 A 再 A 拖，再 A 再 A 接中风拖一下，一 Q 耳链 A 接中风。我想来个双风的，你知道吗？你怎么回事你？坏了，闪现拖一下，平 A 拖一下，一过来平 A 接中风，为什么不让我双风？为什么？为什么？我完全可以一 Q 耳链这个卢仙，但是我就是想双风一把，就是不让我双风。哎呀，气死我了！不让我双风。来个啥呢？出个什么能优一点？幽魂斗篷不行，我们得来个春哥。气坏了，真气人！看来不能跟他们双峰了，他们也不让双峰。跑得真快呀！真的，这个繁星的提醒加上绿叉，跑的是真快。439的移速，我打不了，戳一 Q 平 A， 再戳，戳一下 A 接中风，这死的有点快呀，这也没法双风啊，这中风一 Q 走位。拖 A， 我要双峰了，中峰一 Q， 给我晕了，可恶！吸点血，中峰，看看啊，来再中峰，哎。这你接不上啊，这打不了，戳戳一刀一过来 A 戳 A 一 Q 平 A 戳一下平 A 接中风，咱训练模式双峰吧，我不用训练模式，只是他们